抱歉各位，我来晚了。宁兄刚刚被两个神秘的带刀人给带走了。带走了？何时走的？就刚刚。苏小姐，你别担心，宁公子他或许只是……哎，不是，哎，嫂夫人，嫂夫人，跑错方向了。想必阁下并无恶意，但用这样的方式将宁某人请过来，是不是有些不太妥当啊？放肆！我家大人乃是当朝宰相，你怎么说话？哎，不碍事。宁毅跟老夫可是忘年之交，你们下去吧。秦老没下这小友吧？这两个兄弟服饰特殊，那腰带上的花纹也不简单，又能想到今天请我来的人不是普通人，但没想到会是您。我早就想到您肯定不是普通人，但没想到您竟然是当朝右相，怪不得那个韩主使还求我让我把他的拜帖转交给您。相公，什么人？站住！胆敢擅闯此地，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我管你是什么地方，把我相公放了！相公，娘子，相公，放开！秦老，这有一些误会，啊，放开吧。那个，娘子，你是不是稍微有一些唐突了？你没有危险吗？没有危险啊。秦老，我介绍一下啊，这位是我的娘子苏檀儿，以前总跟您提起。这位呢是秦老，当朝宰相。我的朋友，哎呀，久闻苏老板大名，宁毅以前曾经跟我提过，说你绝非是一般的女流之辈，而是个有大志向的女子。秦相过奖啊，妾身鲁莽擅闯，是因为过于担心相公安危。是是是，绝无他意。没事没事，稍安勿躁，收起来吧，收起来。哎呀，相公，我适才想起我方才正在家中切水果，水果还没有切完呢，我就先告辞了。先告辞了，哎，告辞了，切水果去。小心点，别切着手。我最近上火，让他切一些水果。你这娘子，真是有趣。来，小友。请喝一盏茶，来，请，请。